你點樣之前有 sketching 啊？第一個 MI 白朗苗嘛，第二份係 sketching 嘛，第三份係 combine angle 嘛，第四份係 limit 同埋 dimension 啦。咁第五份就係呢、這個咁樣。我有曬 schedule 啦，但我再 check 先啦。如果有咩 topic， 我再 update 你。好，嗱、這、呢個使唔使同你温一温呢啲公式？阿多啦，嗱我唔同你温噶啦，阿楊欣一陣唔好話俾佢唔記得咗，唔記得咗我會突出嚟噶，好唔好啊？楊欣，好唔好？楊欣咪呢排瘦咗啊？差唔多，即係差唔多瘦咗。好，楊欣第一嚿係咩 ？In X 嘅2/3次方係邊？加一即係。5/2 是不是這樣？即是這個是今天負二乘 in 它是 over 的，你即是3啊，落 over 負二。好，這個呢最後一個呢，in 嚟噶嗰個係4/5，你睇翻啲公式先，我叫你睇公式你都冇睇嘅。其實呢度有兩棟噶，正常係有兩棟噶，不過我通常唔會捉呢啲，除非有需要捉啦。好啦，呢、這個黃瑩呢個叻乜嘢？叻 U 度。不是，是 LNX DU 等於 UXDX， 所以其實應該是將這兩塊東西，我寫了這個版本先U 的2012，我出賣了年份給你的了，即因為我是2012那年出的。 In 這個等於多少啊？ U 的2012 DU我寫多個版本俾你睇啊，因為其實呢個版本 suppose 你哋即應該係有呢個技術噶 ，suppose 你應該有呢個技術嘅，就係等等等。suppose 你有呢、這個阿多拉有呢個技術噶嘛，咁就當佢 U 咁 in 嘅。好，嗱，繼續咯，黃魔啊，冇俾停啊！你嗰日係咪好驚中咗招？其實驚咩驚啊？中招啫嘛！即係我由頭至尾我都未驚呢啲嘢，你中咗招啊，我都唔驚你傳染我啦。polynomial 嗰啲演法咧，呢、這個首先嗱，如果 degree 上面大過下面 ，degree 係等於4，下面 degree 係等於1。用長除除咗佢先，x 三次，5-7/5-1是 4x， 即加4。跟唔跟到阿楊欣呢度？好，咁跟住點寫呢嚿嘢？如果有呢個長除法之後，係跟住咧，加乜嘢？唔係啊，係 cosin。加 remainder over 呢個 divisor。你記得㗎嘛呢個啊？好。所以唔好意思，呢個3嚟，我寫錯咗。
咁所以 in 呢個等於幾多啊？楊欣，三 over x 加一係 in 就等於。好啦，搞掂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其實係長除法嗰、那個，即係唔係長除法，呢、這個係 partial fraction 嘅啫，其實。即係呢、這個，咁樣係 partial fraction 啊。咁樣將佢寫做叫做 P A R T I A partial fraction。但其實我記得好似有一份咧，我係教想教好詳細咁教個 polynomial 嗰啲款，呢份唔係詳細嘅。我記得我有一份。但我到時我睇下點樣搞啦啲嘢。好嗱，咁首先呢面通翻份簿先，即係呢面啊。left hand side 嘅話，由 a x 加二加 b x 減二，就恆等二 x 加三 ，right hand side 嚟嘅呢個。好，咁點揾阿多啦？點樣揾翻個 A 同 B 最快嘅？係啦 ，put 係啦 ，put x 等於二先啦。二嘅話，呢個係零咗，呢個係四 A。跟唔跟到你會唔會快咧？就阿楊欣。係呢個二嘅話，二即係七 ，A 係七 over 四。put x 係負二。你測嗰個新嗰個 m 係咪 system integration 嗰份衰咗，定係 integration 嗰啲 variable 嗰度衰咗？哦，係負四 d 啊，呢個係負一嚟嘅。唔好話衰曬，你而家係寫錯方法去俾分我啱啲講。一半多啲就得係咪？幾多分？即係卅幾分㗎嘛？over 一百，但係對你同學仔咁進步咗好多喎。嗱，將個 part 開兩嚿啊！但係咧，你記住啊，呢啲嘢咧，成個好似視覺一樣咧，成日變嘅。你只要你懶散一少少一段少少時間咧，你啲同學仔好多已經係匿埋咗秘密練兵㗎啦。即係你千祈唔好諗住，我玩埋呢個假期先啦，或者玩埋呢幾日先啦咁啦，放假就放懶散啲咁。但係其實呢個係通常咧，即係你會好多嘢呢個事就會好多事發生嘅。好，楊明欣有冇問題呢個？冇，嗱呢基本嘢我哋搞掂咗啦，好冇？好啦，我停咗佢先啦。嗱，大 part 嗰嚿嘢咧，我寫翻條公式先。阿楊欣，你撥一撥大 part 條公式俾我啦。in u d v 等於好嗱，咁呢個咧就唔好一開始就即係即刻配對啊！你要即係睇下呢條問題點樣搞先。我爆開咗佢裡面先。好啦，嗱咁發現到咧，呢兩嚿嘢其實可以變咗做，呢個係一嚟嘅，一嗰嚿就好簡單啦。好啦，但係呢嚿咧係 sin 二 x 嚟嘅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我要 in 呢嚿嘢。呢個 formula 咧係要做兩次㗎嚇，呢個 formula 要做兩次㗎，做一個循環翻嚟㗎。所以 consider 嗱，我叫呢條色叫星啦。consider 嗱，我寫埋個正常嘅，即係我正常 design 嘢嘅 formula 就叻邊個做 U 啊？多啦。sin 二 x。咁 dv 就係 e2x，dx 好啦，我為咗慳位寫啊，所以 du 係等於兩個 cos 2x，dx。v 咧，阿楊欣 ，v 係好。
咁而家即係有翻少少，即係翻翻嚟啦。唔係話你好似即係混混噩噩，周一噩咁樣。好減，我仲星期四嗰日咧，我等咗你成日啦，知唔知啊？你唔知道啊？阿楊欣，你知唔知我等咗你成日啊？唔知道，我仲諗住好啦，即係再叻多次呢嚿啊，再叻多次啦，叻邊個啊？阿多啦，叻 U 就嗱呢個冇得選擇，一定要咁樣叻噶啦。如果唔係咁樣咧，就會翻轉頭嘅。嗱、啊，有啲嘢咧，我試一試冇楊欣先啊。楊欣咧，然後咧做做呢條咧，做咗咧做翻轉頭咧，叻 U 係 EX。唔會，我叻 U。我會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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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誒，同埋你包括埋啊！你哋咧要識睇咧，呢條色咧要識睇一條橫色啊，即係一條等色落去，一步一步落去，而變咗一條橫色嘅一步一步落去。好，減呢嚿即係呢兩嚿，即係加二啊，唔係，咦，係減啊，唔好意思，都係減呢兩嚿，我對錯咗啊。跟住咧，就呢兩嚿，呢兩嚿要減減，再減多次，即係全部出嚟都係減。咦？佢啱啱變咗呢、這個。嗱、啊，不過你小心啲啊，因為呢啲政府嗰啲咧好容易錯㗎。咁好啦，嗱，條橫色就咁樣維持一條橫色啦。條橫色咧就將呢嚿調咗個變咗兩嚿，係嘛？變咗兩嚿，我寫多一步啦。欸、我不理我加支持了。咁跟住再除過去，咁我哋叫星星色，好冇？咁所以呢誒，等於呢嚿。等於呢嚿，縮細啲先啊！等於呢嚿，優化二 E 嘅二 X， 再加呢嚿，即係呢嚿，優化四 E 二 X， 三 E X 減優化四 E 二 X， 高三 E X 再加四。嗱咁正常我哋會咁樣 present 一條問題嘅，我停咗佢先啦嚇。咧係 tangent 嚟嘅 ，tangent 三次方嗱 ，tangent 三次方或者以上咧，其實係標準嘅做法嚟嘅。所有啊 ，tangent 嘅三次方係一個標準嘅做法嚟嘅。點標準法呢？就係、是、將兩個掹兩個出嚟，將兩個 tangent square tangent square 掹出嚟，然之後將佢轉咗做係 secant 二次 secant 二次減一，轉咗之後咧分開個兩嚿。所有都係啊！嗱，講多次啊，所有呢個次方係幾多次方都係咁啊 ，cotan 同 tangent 都係咁做。好，咁齋 in 個 tangent 係點樣 in 啊？楊明欣，係啦 ，circle 個 circle 嗱，你睇住我點樣擺chain variable 嗰步咧，我哋唔寫而可以，即係有一個睇法啦。嗱，做得多先有呢個能力㗎，呢兩嚿可以變做點啊 ？D 乜嘢？唔係，係變咗 detangent， 唔係變 tangent 啊！好呢嚿咧就 sin over cosine， 就呢兩嚿就變咗 d， 乜嘢？誒加個符落去啊，要加個符落去，唔緊要啊！好，阿王爷，
呢條色可以他讀開乜嘢 ？A over X 係加 B over X 等於加 C over X 等於。嗱 ，very good 啊 ，very good 啊，嗱，真係 very good 啊。好，誒，會唔會快一陣啊？多啦。差唔多啦，好驚快得滯，其實係，就要我認知你哋個能力，就應該唔會快得滯嘅。好，咁然之後咧，通訓舞嘅時候嗱，我呢度我都俾你睇得啦。通訓舞咧，唔好咧有而家有我見到有啲學生通訓舞咁樣通嘅，佢將全部訓舞成曬，佢就叫我通咗訓舞嘅。其實如果呢種能力咁樣通訓舞咧，嗰條友係白痴嘅，或者係低能嘅，一係弱智嘅。嗱，唔好介意我錄住音嚟講佢啊。是通過 LCM 啊，所以通過 LCM 的時候，你才會出翻佢個分母噶。咁所以第一 A 咧係要乘個 x 減二嘅二次方，個 B 咧乘 x 同埋 x 減二，個 C 就乘 x， 就恆等於呢嚿嘢。好，跟住 put 數 ，put x 係零。呢個嘢變咗四 A。呢面變二，所以 A 係二乘一，跟住下一步啊，陽音 put 幾多？二 put 二係零咗零咗，剩翻二 C， 二二即係四，即係 C 係二。好，最後 put 嗰個數咧，其實即係當然啦，佢唔會。即係屈你機，其實如果有好多好多個數咧，我哋有一個特別嘅方法，就係用 differentiation 嚟做佢啦。將左右兩邊 D 有 D 開一次，就再 put 個二，咁就揾到個 A 嘅。不過呢個我唔教你招啦 ，put x 等於一，我唔教你招啊。A 個 B 係係咪個 A 係二分一啊？係等啦。多啦個 B 計咗幾多？優惠二係啦。好。阿楊欣嗱，第一嚿係變咗二分一個 LNX 啦，咪？第二嚿咧？呢、這個啊，呢、這個咧，喂，你諗清楚先啦，姐姐。唔係 LN 啊，呢個二次嚟噶嘛，調咗上邊咗負二次噶嘛，係嘛？負二次加一係幾多啊？X 減二啊！我你應該我特登就捉住你問呢 part 㗎，你即係你，因為我太過瞭解你啦。邊個面積咧就係、是、面積 area 咧，正常 area 咧就由左至右 A B， 跟住就 F X 就 D X 啦，係咪？如果 volume 咧？唔係我俾，因為有兩個版本嘅。如果咁樣個 volume 咧 ？volume 等於 pi 乘 in a 到 b a 到 b area fx 嘅二次 dx 好，如果咁樣嘅情況咧，知道 d 啦，我 pi in 到 b。係啦，即係 y 唔係 ？gy 二次係 gy 或者我想寫跟住 dy 啊。唔使二次。要唔好意思。好，咁呢條路啦，佢而家咧係講緊呢一 part 啊。
就圓個，佢畫埋呢一個，一圓個 Y 軸轉嚇，個 Y 軸轉，咁所以阿黃型，所以 William 係，你可以照套呢條公式落去㗎，照套呢條公式就派下至上下係零至二，跟住 in 邊嚿 ，in x 嘅意思係咪？就 dy。因為呢嚿嘢咧，楊欣呢嚿嘢其實可以寫做呢嚿嘢成個嘢 x 二次嚟嘅 dy 咁，咁你咪將 x 二次搬入去咯。你知你哋有冇同學係用咁樣方法去諗問題㗎？你係咪用咁樣方法去諗問題嘅？黃瑩，好，跟住 in 佢。嗱，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啊，小心啲計啲數啊。因為計數嗰度咧，計錯咗都係一個問題嚟嘅。呢不過呢條就簡單啦嚇。好，答完咗佢先。嗱，點揾個shader region 嘅面積啊？阿多啦。佢要 rotate 啊，包括 x-axis 啊。首先要揾咗。上面。唔係。呢點面積先？係啦，揾咗 A 先啦，咪點揾 A？ 係一式二式，睇下你識唔識。put 咗落去啦，所以 x 調咗過去啊。嗱，你千祈唔好咁約走咗 x 就算數啊，因為唔 make sense 就約走 x。好啦 ，x 係零。或者是 U 分 EX 減 U 分 E 是零 U 分 E 好這個 X 是零另外一個 X 呢就是多少啊多了這個 X 是零零就這裡搜了出來的其實這裡搜了另外一個 X 是寫多少步了是一另外一個 X 是一來的所以這點是一跟著 do 來的那個 do 呢可以計可以不計回去的我計不是很歪了那個 do 在這裡不需要用的如果它轉原 Y 軸轉就要需要計個 do 如果不是原 Y 軸轉不用計個 do 有個 E 來的好楊欣想唔想試個 volume 點樣計出嚟？試唔試？好唔試唔試唔緊要，阿多啦你試。我對你好好噶咯喎，好。係嗱，應該係將條曲線嗰個體積減翻條直線嗰個體積嚇。曲線係。零到一。跟住就條曲線係 x 嘅二次減係嗱呢嚿嘢小心啲啊，因為呢嚿嘢我特登即係要你識得一嚿嘢㗎嚇，唔係呢條我攞咗人哋幅圖出嚟改嘅啫。我分開嗰兩嚿啊，因為有一嚿要 bypass 嘅。喂，阿多啦 ，x 乘 e 嘅負 x 嘅二次方等於幾多噶 ？x 乘 e 嘅負 x 次方嘅二次方係會等於 x 乘 e 嘅負。係啦，負 x 好嗱，恭喜你啊！即係你冇錯啦。點知有人錯呢啲？嗱，向呢度我叫呢條條星先好冇？好冇？因為呢條要用白卡噶，呢條要用白卡噶，咁所以話我 consider 咗呢嚿嘢先啊 ，consider， 咁都唔夠位置 ，consider。
阿楊欣呢個叻乜嘢？點解你會叻 X 字嘅？係定唔係先？梗係啦，你將個次方越啲佢，咪越細咯，越細到冇咗，咁咪就可以 in 到個 EX 啊嘛。好 ，DU 係 EX， V 係負優分二 E 負二 X。好，跟住用多次牌卡啊，不謝你啦。呢個叻多次 U。楊明欣，你又話你又話 follow 我 IG 嘅，煙呢嚿啊？即係負一 over， 負一或四啊？點會負一啫？一陣唔使你要打字啊！好嗱，寫完呢嚿之後咧，我接再落去。好，我調轉咗佢啊，調轉咗佢。好啦，你寫睇下先啊。都係呢個啊，阿楊欣啊，呢嚿嚟㗎，咁就直接將呢嚿嘢咧。抄翻落去就得噶啦。個C 唔使理佢啦。跟住 in 呢嚿嘢係。你幫我計埋個數出嚟好唔好啊？好嘛，代一落去，呢個係負二分音 ，E 嘅負二，呢個係負二分音 ，E 嘅負二，呢個係四分音 ，E 嘅負二。即係減零咧，嗱減零呢堆嘢冇咗㗎，呢堆嘢冇咗㗎，呢兩個即係零曬㗎。好啦，直接得呢個一代零，我係一嚟，即係加四分音。呢個第一嚿。一 over 四減，嗰嚿數計咗幾多嚟？
咪仲有連埋呢嚿，連埋呢嚿，呢嚿同呢嚿都係負二次方零啊嘛。你留意下咪負二次方零嘅情況，即係同呢兩呢三嚿可以夾埋一齊啊嘛。你計埋嗰嚿啊，計埋呢嚿啊，你同我對一對就。好嗱，我停一停佢先啦。呢條啊，呢條點樣 in 佢啊？阿黃爺 ，in x 減二庫乘 x 減五庫 over x 再 all square。除咗長除咗佢先，或者爆開咗佢先，好冇？嗱，我爆開咗佢先，好冇？爆開咗佢先啦。就 x square 減係冇動啊。你不如熄咗一部冷氣好冇？你動唔動啊？有熄咗裏面嗰部近左近右你咁樣望落去嘅左手面嗰部係啦，唔該好嗱，我爆開咗啦嗱，唔係我化緊咗佢啦嗱，因為咧，其實我而家咧近年咧見到佢好多時候咧，佢都中意咧要你爆三嚿嘢嗰啲方法噶。咁所以咧，我介紹一個方法俾你睇啦。我做啲 YouTube 片都有講嘅。你用一個即係table 嘅方法 ，x 負親十 over x 負親，我估你哋都知噶啦，即係可能話用落去就唔夠靈活嘅啫，純粹係嗱。咁你會睇到咧，其實你數落去得噶啦 ，x square 一嚿。多拿見到 x 嘅 square 一嚿啦，負七乘負七嘅一嚿，十 x over 十 x 一嚿，係嘛？即係呢度嗰三嚿我哋齊曬啦。咁跟住咧，呢兩嚿一樣㗎，呢嚿同呢嚿，負七 x 負七 x， 咁即係負十四 x。跟住咧，呢兩嚿。即係 x 乘十 over x，x 乘十 over x， 即係十乘咗二，即係二十。好，跟住十 over x 乘負七，即係負七十 over x 乘咗二，即係負一百四十。咁你逐嚿 in 佢，當然呢兩嚿可以加埋㗎啦，呢兩嚿加得埋嘅，係嘛？咁就最快嘅，就唔使寫咁多嘢，即係因為你寫多嘢嘅時候咧，都係嘥咗時間嘅，即係去到某個 level 上面就會嘥時間㗎啦。好 ，x 就 x 嘅三次，十四 x 就變七 x 二次 ，in 咗，好啦 ，in 個 constant 就會係六十九 x。我等下楊欣，好 ，in 呢嚿等於幾多？楊雲欣，唔使撳機啊！你第一步你就攞住部機撳，咁就咩啊？梗係錯啦！梗係錯啦！負一百四十 over x 等於負一百四十 in 咗。好，跟住呢嚿咧。你諗嘢嘅方法一定要清楚啫，你攞咗嘢嘢都攞住部機嚟撳，你睇下嗰嚿嘢係屬於乜嘢型？係咁樣諗噶嘛，係先？你都正話唔係諗住佢負二嚟睇嘅，即係你俾我睇到你個腦裏面諗嗰啲咩？好啦，嗱 B 嗰度，嗱 B 嗰度咧俾粒星星佢啊，因為呢啲畫圖咧佢特登唔俾你畫嘅。嗱，聽清楚啦，我停咗佢先，我停咗佢俾你抄曬啲嘢，我先再嗱。各位同學，如果呢條題目咧，第一樣嘢個 curve 係咪一樣，我哋唔好理佢先。佢俾一條 curve 你，就唔關上面事啊，唔關上面事。佢話個 vision 係 bound by x-axis， 咁即係話咧，你首先要計 x-axis 先，計 x-intercept。嗱，計咗出嚟咧有 interpretation 㗎，
咁即係 put y 等於零 ，put y 等於零嘅時候咧，即係 x 係幾多啊？維 x 等於零或者係三。好，跟住第二步再繪圖。嗱，繪圖咧就唔使怕嘅，佢個情況一定係點樣樣咧？你 mark 咗個 x 先係零同三。佢得兩種情況嘅啫，嗱得兩種情況嘅啫。佢幅圖一係就喺呢個範圍裏面嘛，佢一係就咁，一係就咁樣，冇得選擇噶啦，冇第二個方面出噶啦，一係就咁樣。佢唔會話中間仲有啲即係 x 先係嘅。咁你知個形狀，你話會唔會咁樣即係兜嚟兜去咁啊？我唔使理佢，總之佢樣，我哋要考慮佢喺 x 軸嘅上面定係 x 軸嘅下面嘅啫。好，你幫我判斷了阿多啦，是屬於前者定後者？點解屬於前者？唔係啊，阿黃，我睇下你個解釋，點解係屬於前者，不是後者？冇錯，聽到啊，你 put 一個數字落去，你就我正話都好強調講多次，一係呢個情況，一係呢個情況啊嘛。咁即係你一點就可以代表曬成個圖嘅形狀啊，所以 put 二落去啦。sorry 唔好意思啊，屬於後者啊，唔好意思。唔係佢因為諗緊啊，即係佢判斷咗前者後者唔關嗰個事啊，佢只不過撞錯咗啫。你 put 咗一個數字落去嘅時候，你就發現到個 x 係二。即係當然啦，黃連嗰個方法係絕對正確㗎嚇，只不過我正如我哋講得，即係你 put 咗二落去 ，put 二落去嘅時候咧，下面係四，上面係二乘負一，所以負嚟嘅，佢一定係呢種情況啦。嗱，計波年就冇影響嘅，但係計面積就會有影響㗎。好，跟住楊美欣，所以個波年嗱，所以屬於呢個圖，不是呢個圖啊。所以 volume 等於 pi零到三，跟住咧嗰條式嘅二次。dx。好，如果你呢度再爆開再計咧，咁你就 A part 就廢咗武功嘅，廢咗武功嘅，咁所以佢其實呢度咧 ，suppose 你識得用 substitution。好啦，阿黃失乜嘢？嗱，講一次啊，因為你呢條式如果你重新爆個二次方，同呢度有咁做咧都做到嘅，但如果你唔用 A 咧，咁你就變咗廢咗武功啦，重新爆佢就廢咗武功啦，所以 put 個 put 乜嘢啊？阿黃爺，係啦 ，y 等於 x 加二啊，誒 x 減二定 x 加二，我唔聽唔到 ，x 加二啊 ，y 等於 x 加二，你先係嘛？嗱 ，put y 等於 x 加二啊，所以 dy 等於 dx。When x 等於零，個 y 係二 ，x 係等於三 ，y 係五。呢個係 y， 個 x 就變咗幾多啊？阿多啦 ，x 變 y 減二，個 x 加二就 y 減五係咪？係啦，咁呢個 dy 轉曬落，好直接抄呢個答案出嚟就得㗎啦。直接抄呢個就得㗎啦。我俾少時間你哋幫我跟進一下呢個答案，最後個答案點樣寫出嚟冇？我停咗部機先。好啦，各位同學啦，咁呢度咧代落去五至二到五啊，即係五代落去呢嚿嘢嚟嘅。
跟住二代咧就呢撇嚟嘅，計咗呢個，嗱呢個答案應該啱噶啦，因為好多同學對過啦已經，包括啊多啦，好，今日先啊多啦，好啦，嚟多條路喎，嚟多條路喎，好，阿楊文欣呢條用佢係 integration 第九條啊 ，integration by substitution 計呢嚿嘢出嚟，點樣做？我抄翻題目先啊。你怎做？你一開始呢你就看得沒那麼順啊，黃瑩你怎樣做啊？如果給你做爆了他先，爆了他先啊，楊文欣啊，楊文欣啊，是爆完了他之後這塊東西才用 substitution，這塊東西，但其實這塊不用用 substitution 都計到的，不用 substitution 都計到的，一加 T 的二分之三，跟住二，即是四over三，反而這條呢人即出了這塊數之後呢，他們一開始想著收縮人不懂收，即轉那個位置轉得不夠靈活呢，就會這樣就開始說收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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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這裡打一下去，麻煩你這裡打一下去，那這裡我想說什麼訊息給你呢，我首先畫了這幅圖先，多啦，這個是帕密線呢的形狀點的，Open upward X 軸是 X 軸，經過 X 軸是哪一些點？我不知道為什麼是1 X 軸喔，即是 X 軸，是啊，好，六嗰度咧，我縮一縮佢，因為六嗰度去到呢度噶。好嗱，佢範圍咧，佢淨係要呢部分嘅咋，二到六嘅咋，即係要呢嚿呢段嘅咋。就遠繞邊條軸轉咧？呢個叫伽馬，繞住 Y 軸轉啊。同埋咧，阿多啦。你幫我計一計 Y 等於24嗰個數是幾多，即是哪條線來的 Y 等於24，即是塞 Y 的上面，不是 Y 等於24那條線是怎樣的，應該是打橫的，是好，但你試試代6下去看看，6的意思是36減24，所以剛好這個數其實對應是24來的，咁就繞住邊條軸轉呢，嗱佢話咧，嗱佢而家話咧，嗱個伽馬，let R be the region bounded by gamma呢條線 ，and Y 等於24 and two axes， 咁所以係應該係呢部分啦，定係呢部分？大嗰部分，應該呢部分啊。好，如果繞住 Y 軸轉的話，即是你要將加埋那條的邊個寫到主項，如果將這一筆紅色的筆是繞住 Y 軸轉，即是要將邊個寫到主項，Y 做當然不是啦， Y 做主項不是繞 Y 軸轉，是 X 做主項，因為你繞 Y 軸轉呢Volume 咧係派下上 x 二次 dy 㗎，所以要 x 做主項㗎。但你唔可以就咁 x 二次執掉咗佢就算數喎，你係要將 x 寫翻出嚟，單獨寫咗出嚟喎。好，咁點樣將 x 寫做主項呢？嗱，呢度咧第一個
main point 啦，第一個 main point 咧，就係你點樣將 Excel 主項個方法啦，你當佢 cos 一直咁樣睇，跟住 solve for x 負 b 加減開方 b 二次減四 ac over 二 a。我唔知道你有冇教，即係佢你又話成有冇教呢個方法啊？但我要提你哋嘅，我有印象，我之前都有講過呢個方法嘅。四減即係四 y， 好，約埋就一加 y 或者 x 等於一減一加 y。 好啦，有個問題啦，如果我紅色嗰段係講緊阿黃型，紅色嗰段啊，紅色嗰段係呢條色啊，定係呢條色？一加係咪？點解係一加？呢個都係正數嚟嘅，咁呢部分啲正數嚟。嗱，因為呢個零同一，佢中間嗰條中線咧就係 x 等於一啦。x 等於一加啲正嘅嘢先為呢一忽啦，即係呢一忽由呢度開始去到無限遠就用呢條線表示，呢一忽去到呢度無限遠就用呢條線表示。好啦，跟住到 volume 啦。volume 你照套條公式落一派，下至上，下係幾多？阿黃型個下係聽唔到，零上廿四個 formula 係用呢條嘅二次方咁樣。咁就照套呢嚿嘢落去得噶啦，照套呢嚿嘢。嗱呢度我唔同你糾纏，你直接寫個寫翻個答案俾我算啦，即係代數嗰 part。用雙方寫啊。你幾時考試啊？你幾時考試？7月5號啊！喂，但係如果我咁樣睇咧，你要即係可能要同你即係將啲後面嗰啲堂調上嚟，先可以上得曬啲堂嘅咯喎。你翻屋企咧揾你 send 個俾我㗎啦嘛？唔係 M 1 M 2 咩先唔緊要，咩先冇唔關事，咩先？7月15號先考啊！哦，咁唔緊要啫，咩事就？咩事就你唔好理佢，照上住先啦。因為嗰度你唔係好大問題嘅啫。7月15即係我可以同你上到去睇到有幾多堂先啦。一堂、兩堂、三堂、四堂，哇！有咁巧嘅15號，你教到 tension 嗰度噶嘛？係咪先？啊 ，tension 就應該係四五堂就上完噶啦。好，計到幾多呢個？代翻廿四去啱啱好噶呢、這個，代零落去又係啱啱好噶，48。廿四嘅二次除228，五嘅三次，四500。你個答案係幾多啊？阿黃，四。sorry， 一。零。你咧？三。唔係，我撳錯咗，呢個係應該係228啊。288。咁即係1504係咪？係。over 三，係啦。你咪呢、這個，你睇下出咗邊個計數？係我寫錯咗。